胡鸿钧、黄霆锋、丁子朗分别同准港者连佳丽、麦思晴仲有赖奇媛进行约会直播，其中连佳丽带咗吉他自弹自唱，又同 Hubert 合唱。Hubert 评价如何呢？啊，自弹自唱我哋冇夹过噶，所以我觉得佢非常之厉害，因为第一次对住咁多网民去自弹自唱呢件事系唔简单嘅，亦都需要好多嘅勇气，所以头先佢自彈自唱完之後，我都有同佢講話，我覺得你好犀利，同埋佢亦都彈得同埋唱得非常之好。而對於賴奇媛被指似非文女友蔡思貝 ，Hubert 就唔覺得似，亦唔覺得對方好似網上話嘅咁講嘢態度囂張。提到 JW 王浩儀將會加入 Hubert 公司成為同門 ，Hubert 竟然冇聽講。我同 JW 私底下嘅溝通主要都係圍繞音樂，同埋傾下啲八卦嘢嘅，所以我對於佢嘅方向。如果他真的加入的话，我会希望我们有得合作啦，我们可能会合唱歌，是啊。